三者观听玄覆，令诸众生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啊，同样是这样啊。啊，因为他啊观听玄覆了，也是证了这些啊关系啊，眼根啊，观听是闻根啊，闻根啊，耳根就啊这个里边相通了啊，和水性相通了，都回归本性啊。啊，都证到了空源的进步境界了啊，所以呢，众生才能令众生啊被大水所漂啊，水不能溺，为什么呢？啊，观音菩萨就证到了什么境界呢？啊，他的本性由闻思修入到这个本性，所有的他的本性啊，全性都是水，全水都是他的本性。同样他的本性全性都是火啊，所有的火又是他的本性啊，全火即本即空啊，都是他的本性啊，这都是本性的运作。因为什么呢？他看到了自身的一切，内在的一切啊，水啊和外在的境界里边水都一样，同一本性，都是同一水性。这个同一水性呢，和他自己的本性空性又相同无别，所以呢，他才能证悟到啊，自己的本性和水性无二无别。所以众生沉入水中，就等如啊，他沉入观音菩萨的本性啊，他就才能激悟他啊，才能起他的妙用啊。同样，火也是这样啊。苦恼也是这样啊，众生入了苦恼了，苦恼是什么呢？苦恼同样也是和本性无二无别，那这就是观音菩萨证悟到的境界。所以你有苦恼，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能解决你的苦恼。是则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啊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啊。同样啊，把断灭妄想和观音菩萨本性无二无别啊。大家有这些妄想，他有害怕啊，跑到这个鬼国里边，只要念观音菩萨，就鬼不能害啊。因为我们念观音啊，就念了这个无畏啊，念了空性，念了本性啊，鬼就不能害他。五者熏闻成闻，六根交覆，同于身听，能令众生铃铛被害，刀断断坏，使其宾格又有割水，又有吹光，性无摇动啊。这个比如说打仗了啊，有人拿刀子割我，割人头了啊，念观音菩萨，这个刀就会断断坏啊。包括那个宾格啊，同样啊，就好像割水一样啊，你割人打杀人就像割水一样，害不了啊。就好像吹光明，咱们有光，太阳光，我们吹光能吹走吗？吹不走啊，吹不走。为什么呢？啊，就是闻熏成闻，六根消覆啊，从闻性入手的。那么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啊都消融，就相同了啊，同时可以启用啊，耳根啊可以起别的根性的用啊，每一根同时都可以启用啊，不相违背啊。六根嗅都同于啊身听，眼睛能听啊，六根都恢复本来了啊，同一性啊，不再分成六个块了啊，回归的本性同性啊。所以用这个根性你才能做这个事儿啊，能被众生如果铃铛被害啊，你念至心念观音菩萨，刀断断坏啊，好像割人就好像割水一样啊，就像吹光一样啊，不能伤害，性无摇动啊，很重要的一句啊，就是说你割他啊，害他，就好像啊，你消灭啊，动不了，坏不了本性
因为这些啊，身体也好，眼耳鼻舌身也，都是本性的产生虚妄的变化啊。你因为观音菩萨证悟这些，所以我们一旦遇到危难，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边。六者闻熏精明，明辨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调查罗刹、纠盘查鬼及毗舍遮啊、负担那等，虽净其堂，目不能视啊。同样的作用啊，这个就不明说不讲了。这个主要讲的什么呢？到了幽暗的地方啊，包括我们如果人去世了啊，到了鬼界啊，昏沉的。啊，如果我们能念观音菩萨啊，这些恶鬼啊，乱各种恶性的动物呀，啊，它就不能伤害。啊，七者阴性元宵，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啊，禁忌枷锁，所不能着。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带的枷锁。披枷带锁那个啊，念观音菩萨，这个枷锁正能幻灭啊，关不住人啊，关不住我们啊，为什么呢？啊，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啊，阴性元宵啊，把我们听的这个阴本性啊，能听的耳根啊，以及啊听觉等等，通通的。消融了，统一了，回归啊本来了啊，所以呢就离诸尘妄了，所有的根尘啊都消融回归本性，这样的话我们啊观音菩萨他的本性就是这些啊，和听觉和我们这些受的这些苦难同一本性啊，他证悟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念自称念观音菩萨这力量所作用啊枷锁这些就不能关注我们啊，记住。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洁，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啊，同样的原因啊，如果我们众生啊有多淫的，有贪淫的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啊远离贪欲。十者纯阴无根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无所，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啊离诸尘秽。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经常啊看见了什么事情啊会生气啊，会烦恼。烦恼一般来说呢，修行好一点啊，就忍忍算了啊。但是忍呢，往往忍不住啊，这个毒还在心里边啊。时间长了，到一定处，哎，想办法要给他一下，往往是这样。啊，到这里，观音菩萨讲了啊，念观音菩萨。可以消离诸尘秽，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同样的原理，它证悟什么呢？是这些阴声啊和尘，这些通通的都消融了，回归本源了，都是空相，都是空寂的。所以呢，一切嗔恨的众生也好，嗔恨的行为也好，嗔恨的内容也好，通通也是空相。所以呢，念观音菩萨啊，用他证悟的原理力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嗔恨消亡消融，自然没有了，而不是积累啊，不是积累。十一者消成玄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沌性障诸阿迭迦永离痴暗啊，这是愚痴啊，痴暗啊，你同样这样修行啊，啊，可以让自己的因为这根尘都消灭，回归啊光明本性啊。啊，身心就好像什么，像琉璃啊，朗彻无碍，没有任何障碍，光明照彻，没有障碍。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愚痴啊，愚痴的黑暗消灭了。十二者，人行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威成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啊，讲了这个原理啊，因为他的这个形体慢慢观的消融了。啊，消融了，跟文性一样，通通的回归本性，空寂了。所以呢，不动道场，摄入世间。啊，他在一个道场里边不动，就可以摄入一切世间，啊，一切世间和世间呢，无二不变。啊，能够不坏我们这个世间，就能够遍达十方。一方面呢，供养威成诸佛如来了，啊，在佛身边做法王子，啊，同样呢，能令法界一切啊，没有男的男生不了孩子的啊，众生的啊，想求男的，想生男孩子的啊，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六十三者，六根圆通，照明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威成如来秘密法门，法门受领无师，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啊，想求呢女孩的啊，可以生下这个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六根都圆通了，啊，照明无二啊，六根啊都相通啊，都是归于空寂了，互相都能代替启用啊，六根也不是六了，回归一，一呢也回归到无啊，空寂了，所以呢才能含十方界呀，啊，就好像什么呢？立大圆镜。啊，就好像立了个大圆镜一样啊，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了啊，把所有佛啊一切的方法啊，因为有了这个大圆镜智，都可以证实啊，受领如是都可以用用，所以才啊能够求女得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啊，这个打了个比喻啊，就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啊有百亿个日月啊，因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它这个概念就说，我们现在所住这个小千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须弥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啊，那么这一个阎浮提是一千个，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啊，是一个中天世界啊，一千个中天世界呢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是佛教化的范围啊，就是无数多，所以说这一个三千大世界大千世界里边呢有百亿日月啊，非常多啊的空间。现住世间的诸法王子啊，有六十二恒河沙数啊，多不多？六十二恒河沙数，就无数的这些菩萨啊，都干什么呢？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啊，做这么多的事儿。但是呢，因为观音菩萨修了这个圆通本根了，
发妙耳门，从文思修的啊。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它起的这个作用啊，就和这六十二恒河沙数的菩萨作用是相等的啊。所以说念一个名号，念一句观音菩萨，就等于啊念了这六十二恒河沙这么多菩萨的名号相等。因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修了真圆通了啊。是名是事，是无畏力啊，福被众生啊，这是真正的修的，是无畏布施。世尊，我又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啊。观音菩萨说了，还有四个不可思议的无作妙德啊。第一是妙容说咒啊，就是一者由我出获妙妙人心，心经疑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润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啊，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啊。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一看观音菩萨啊，好多头啊，有凶恶一点的，厉害的啊，有慈悲的啊，也现各种各样。为什么这样能现这么多头，能现那么多胳膊呢？因为什么呢？他呀啊，出获妙妙文心啊，心经疑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了啊，从闻耳根修到什么程度的？见闻觉知都不能分隔了啊，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同一本性啊，没有见闻觉知的出发点啊主体，也没有见闻觉知的对象啊客体，同样没有见闻觉知啊的作用。回归到本源了啊，都同一体了。因为所以这见闻觉知不能分隔啊，就好像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回归到本一个能力了。这个本一个能力呢，本源能力呢，既能听又能说又能看又能闻，回归到这样啊，不能分隔，成一圆润清净宝啊，宝觉了啊，就好像一个大宝镜子一样啊，都能同时启用，所以啊，我才能现众多妙容啊，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啊，这是有原因啊，有原因啊，所以它同时可以化生无数的形象啊。刚才说三十二应，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啊，需要什么同时就出来了啊，需要天王身的天王身，需要鬼王身鬼王身。啊，需要佛生的佛生，需要菩萨生的菩萨生，啊，就是起作用啊，就是修行以后起的作用。其中或现一手、三手、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啊，这是在头啊，如是乃至108手、千手、万手、84000梭迦罗手啊，就说这个可以变出这个头啊，啊，一个头、两个头，这个无数。啊，100个头，10000个头，啊，无数的头，不可同时能浮现，啊，2臂、4臂、6臂、8臂、10臂、12臂、14臂、16、18、20至24，如是乃至108臂、1000臂、1000臂、84000母陀罗臂，啊，这个讲观音那个手了啊，手代表作用啊，作用，头呢代表观察啊，观察。可以同时起无数2目、3目、4目、9目，如是乃至108目、1000目、1万目、84000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啊。他的目眼睛代表观察啊，观察啊，可以2个眼睛、3个眼睛、4个眼睛啊，108个千眼、84000个眼，或者说无数的眼，同时都能产生啊？为什么呢？啊，本觉起用，同时可以起无数啊。这样化生了以后啊，或者是慈悲的，或者是威猛的，或者是定，或者是慧啊，
根据众生需要来救护众生，这是得大自在，这是真正的自在啊！啊，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身度缘不能离岸，故我妙能现一行诵一咒，其行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尘。啊，也是一样啊，通过闻思耳根闻思脱出六尘了啊，六尘六根通通的都消融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身影啊穿墙一样不能阻碍一样啊，我们身影是可以通过穿过墙的啊，这令物能听到，但是眼睛我们看不过去啊，这是耳根的它的功德。因为就好像打个比方啊，就好像身影我们在墙那边也能听见一样啊，修这个文思啊，回归本性，所以啊，观音菩萨就能现一行啊，诵一咒，就说意思说可以现无数的行啊，可以诵无数的咒，其行其咒呢，都能以无畏施诸众生啊，众生啊，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的咒啊，都能啊救众生啊，所以十方国土呢都认为观音菩萨叫施无畏者。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由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啊，同样啊，众生啊，想求财宝了啊，也是念观音菩萨可以求到啊，作用是相同的。四者我得佛心正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常及六界常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啊。因为呢得了佛心了啊，观音菩萨正得佛心啊，与十方诸佛同一实力啊，正得究竟，所以呢求什么来什么啊，因为求的那些东西都是本性化身啊，和本性无二无别啊，观音菩萨正到了这个原理了，正到了这个力量了，所以呢念观音菩萨才可以得到这个。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应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是为第一啊。观音菩萨从耳根啊入手啊啊，修了这个圆照三昧了啊，圆心自在，证了这个果位了，所以观音菩萨认为耳根修行是第一的啊，对他是最合适的。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明辨十方界啊。这个就讲完了，这个二十五位佛阿罗汉啊菩萨，他们修的这个从啊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地水火风空石跟这里边一一都举了个例子啊，举了个例子，每个人啊找了个那个代表啊，每个人呢说了一下每个方法，他们自己这个方法对他是最合适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方法第一啊。我们看完以后就知道所有方法都好，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啊，我们就知道所有佛法都是佛讲的啊，都好啊，没有不好的，关键是这些方法一定要适合我们自己的本性啊。我们可不要说佛讲完了我们把大藏经一摆啊，哪个都好啊，全学可能还不够，我们也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门啊，然后照这个一门深入下去啊。刚才每一个阿罗汉呀菩萨都讲了
啊，他找到了一门以后啊，这个某一个佛教的这个方法以后，他就照这个方法一直修啊。修的是什么时间呢？要经无量的劫啊，经无量的佛教化，一直修这个名门，最后真正成就了啊。成就不是成就念念说说的完了，而是真成就了，身心根尘啊脱落，真正回归本觉了啊。身这些六根六尘啊约束不了我们，不被这些世间万事万有啊束缚啊，在空有之间自由自在，真正是自在啊。或者是像阿罗汉啊，得了寂灭啊，寂灭同样不被这些身心约束了啊，得到自在啊，我们就不被这个世间万有啊控制啊，不被业力啊流转啊，这是真自在啊，真永恒啊，这样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啊介绍这些，并不是说让大家啊也照这个去学去啊，这个是里边这个难度显然是很大啊，很不容易。我们现在有缘啊接触我们这个六字曲了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最基础的东西啊。一方面我们照五戒十善要求自己做到啊，做到啊，这个这里边讲啊，我们人优婆塞优婆夷境界啊，学的就是五戒十善啊，就是自己修持戒修福啊，这个同样也是修戒定慧啊，有必须有戒，没有戒啊，就不可能有定，同样不可能有慧啊，这是佛的三不漏学啊，慢慢的消灭这个消除这个贪嗔痴啊。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坚持功课啊，坚持拜忏呀、啊、诵经念佛。也同样是不依佛啊，永远依靠佛，要靠佛的力量，佛会啊护持我们啊，保护我们啊。这刚才大势菩萨讲啊，一切如来啊如母一子，永远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开始啊如开始一母了啊，我们开始啊开始念佛了啊，想佛了啊，一心拜忏念佛，忏悔业障啊，消除业障，还是想佛了。这个时候就像佛意念我们一样啊，这个很快啊，就是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同样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了啊。我们修的就是大致这个熏修法门，熏修不断的熏修啊，熏修到业障消除了，身心清净了，福德增长了啊，念佛精进。啊，信愿性非常的坚定啊，我们啊同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花开见佛，证悟无上法忍了啊，就跟这个诸佛菩萨这个阿罗汉修证是一样的啊。这是最对于现代社会啊最方便最容易也能够修证成功啊，能够修证成功。如果我们自己找某一个啊，一方面可能我们没有合适的老师，另一方面我们修行啊，现在社会很复杂，现在你想找点时间空余时间都很难，现在都忙忙叨叨的，每天手机都不断，你说这个马上一个电话进来了，找一打个很难修啊，所以这我们六部曲啊，就是给家庭啊，大家现在适合现在社会家庭，适合现在众生根性的一个方法啊，不离开现有情况啊，不试图改变现在的结构啊，尊重现在社会的结构啊，慢慢改变自己啊，用五戒十善啊，用佛的教诲，慢慢从内在上改变啊，用佛光明。灌输我们的身心，让自己的身心啊像佛一样啊光明起来，变化。这样的话，长期熏修啊，一定要记住，长期熏修其实很简单，就是个坚持两个字儿啊。这个可能修行啊，不能够长期啊坚持，不能够真正的长期见效啊，就可惜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从这个方法受益了啊，我们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坚持一辈子啊，坚持一辈子受益啊，让这一辈子也是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身心清净，福德增长啊，这一辈子争取修下去啊，一直修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咱们就成功了啊。到那儿了是阿弥陀佛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